各位小金们，大家好，我是 KI 阿金啊，今天来到了我们传说中的两派人马要对打了，到底是哪两派人马呢？因为洛圣都最近兴起很多的联盟啊，有浩克者联盟，另外一个新的联盟就叫做钢铁人联盟，听说他们要打起来，那你们觉得哪一个联盟会获胜呢？请在下面留言。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请先帮我按下喜欢，这一次喜欢就帮我按到7330。那至于为什么是7330呢？你们就猜一下吧。还没订阅我的观众，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并且开启小铃铛，那你就会收到最新的通知。觉得阿金不错的人呢，也可以按下那一个叫做加入的按钮，有没有那个可以加入会员的按钮，可以支持一下阿金，那我就会把你的名字秀在这个影片的最后面。那我们就正片开始。话说有某一位网友统计说，我上一集富兰克林的克隆体已经到了第七号了，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支就是第八号咯，还是有人要帮我去查证一下，就是比较有空闲一点吃饱的那一种可以去看一下我今天这一支到底是第几号，是第八号吗？好，不管是第几号，我就暂定它是第八号了。今天我们一定要顺利的活下这一集啊，对不对？听说他们的战场在那个海边，我们就去海边那边看。我直接跳伞应该可以跳得到海边吧？是不是？来试试看啊！我准备要飞，等一下，不要紧张，我要飞啊！我在飞哦，走了走了。用最龟的速度飞得过去吗？好像可以，不要那么龟，加速，再快一点。所以花园航道是龟不到那个海边的吗？放慢速度或许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这样加速的话，好，感觉看起来是不行的。一那个速度是，不行，拉上去，再上去一点，好像不行欸，好像飞不到吼。你们觉得飞得到还飞不到？好像可以，原则上是可以的啦，对不对？再过去一点，哇嘞，有点尴尬。依这个高度要过去，没问题了，加速。可是我在上空看到他们没有在这边误打，难道我去错地方了吗？而且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吵架啊？也不知道对不对？飞得到花园银行大楼顶楼可以飞到这么远哦，也太远了吧。好，我们在这附近降落就可以了，走咯，用最快的速度加速。好，就这边了。听说他们是为了一件事情正在争执啊，但是是争执什么东西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没有看到他们外面有那个龙舟在。他想要把龙舟开上来啊，是不是？我那台不是传说中的龙舟吗？过去看一下好了。怎么天空上，哇嘞，是浩克，完了，阿雷，富兰克林克隆体又下去拎便当了啊！这一次出来的非常短暂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钢铁人联盟啊，是一个新创立的联盟，有没有看到我的队友？我自己呢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是带有这个洛克人炮的 NK85， 然后后面这一支呢，让我想一下，因为编号太多了哦，这一支应该是 NK47 啊，白色这一支，钢铁人应该就是要红色的啊，怎么会出白色的？白色
色这一只的话是 NK39， 那有这个翅膀然后还不肯收起来的这一只是 NK50 啊、欸、其实 NK50 跟我长得很像、欸、我这一只颜色比较深齁、欸、真的、啊、NK50 跟 NK85 的差异是超级小，因为好像都是那一种奈米盔甲，对不对？有啦，身上胸肌那边他那边多了一个 LED 灯，我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看出差异的、啊、然后我的看起来比较红，不过红色应该是理论上是应该要一样的红才对啊，不过这应该是模组的小差异而已，不管，反正我还是最喜欢用我的 NK85， 因为可以最表示那个肌肉的线条，它那个反光的感觉非常好。那我们要先去这个海边找那个浩克了，浩克他跟我借走一个东西竟然不还啊，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必须要动用全部的人马把那个东西给要回来。诶，浩克还没到吗？今天两方人马要来了，哦吼吼，我看那个钢铁人飞行的那种感觉就是帅气啊，哦吼吼吼，是不是超帅？哇，他们好像到了，我已经感觉到了，有谁有谁？哇，好几只浩克诶、欸，我嘞，到底谁会赢啊？我洛克人炮，我打到自己队友，好像有蜘蛛浩克，还有高智慧人种的浩克，闪电侠浩克，还有一只是谁？我有一只还没看到。哦，等一下，为什么钢铁浩克是算他们的人啊？我嘞，我嘞。我被钢铁浩克秒杀哎哎，不是啊哎、欸、等等，这样不对啊，钢铁浩克为什么算他的人马、啊、明明就是我们的人啊，他们这样子不行啊，哦，然后我先把同伴召集回来啊。哇塞，他们钢铁人打人也太痛了吧，那一只他们的浩克是作弊是不是？怎么可以痛成这样子？我们还要去海边找他们吗？哎、欸，不要撞我们的人啊、欸、他们去哪里？我来，他们直接飞过来医院这边找我。哇，快，直接轰烂！哇，围殴我啊！不行，快走啊！危险啊！哇塞，重力拳打到自己人！哈哈哈。我场面一度混乱，钢铁浩克，为什么你不加入我们？我们才是最强的、啊。我们来这边是要谈判，叫浩克还我们东西啊，你要不要还我东西啊？究竟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两方人马打起来呢？哇，重力拳，洛克人炮。洛克炮，可恶，他们变荧光浩克，洛克人炮发射啊！哎、欸，可以，好像会赢，好像会赢。哇嘞哇嘞！哦吼！等一下，我队友是不是死光了、啊？哎、欸，我队友嘞？我队友还在吧？哎呦呦，我还看到一个，是不是有其他队友死掉了？现在场面只有乱可以形容啊！我嘞，机器，哎，赢了吗？赢了！我嘞，我嘞，他把我定住，发射飞弹，先走！你看，浩克他们也太强了吧！他们应该没跟过来吧？我看还没搞清楚状况，到底是我们赢还是他们赢啊？他们现在人包在哪里？哎、欸，这边什么时候有停一只这个马？是原本就有了吗？怎么像那个法拉利的马？他们人在哪里？哎、欸，他们人该不会全死了吧？我才离开一下下，我们先到医院附近，没看到人。有看，先算一下尸体啊，只剩下我活着而已吗？这个是闪电侠浩克，
趁机鞭尸，爽啊！然后这个是蜘蛛人浩克，钢铁人浩克。啊嘞啊，我的队友嘞，我队友也GG了，一个尸体都没有看到。然后高智慧人种的浩克也没看到人哎，难道就剩我跟高智慧人种浩克吗？哎，我看到我队友还在啊，其他全灭，所以我们死掉两个钢铁人，他们死掉三个浩克。哎，前面有一台跑车，我们先借来看一下，这是跑车吗 ？Hello， 借一下啦，借一下，来上车上车上车，你是不会上车哦，啊，算不理你啊，你要飞的，我知道你想要炫技啊。对嘛，你就是想要用飞的、啊，走喽！浩克他应该是跑去南部那边了、哦，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还想躲啊？浩克，这车开起来真的有点奇妙的，好像很像那种贴地跑法。我们先来海边，哎呦，那边有一个 Apple TV 的这个广告哦。不过 Apple TV 是真的还不错用啦、啊，偷偷自入。这样我要开发票给 Apple 啊！哎，我看那一个浩克到底躲在哪里，竟敢欠我东西不还！哎呦！你有没有看到浩克？有吗？哎，我不是坏人呐、啊！你干嘛看到我就跑？我只是问一下说，说有没有看到浩克？哦、这个人可疑，你不要跑！你还跑？吼！不可能啊！根据我多年来的经验，他应该是在这边呢。去机场找他好了。难道是在机场里面想躲啊？没这么容易。我们现在二打一啊！好，找到你了，你这个高智慧人种浩克，炸你！呼呼！哎、欸，你想干嘛？人类，哦哟，再给他一拳！哎呦！超级霹雳啊！打到队友啊！我拿出我的光速剑，哇哩，砍你！哦哟，想霸气？因为你会霸气，你会霸王色是不是？他那个算是武装色的一种吗？哇哩，砍你哦！你也拿个武器出来跟我打吧！哦哟。哎、欸，他这个非常耐打哎、欸！哎呦，快！你要不要还我东西？还来！哎呦，连砍！哇塞！哎呦，就叫你还我东西啊！我们钢铁人联盟才是最强的联盟啊！等一下。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卡到了？你不要被卡住啊！来来，我们看着他的尸体，就叫你要还我 Switch 啊！你不还，你看，就发生这么重大、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对不对 ？Switch 很重要的、啊，不然我怎么玩动物森友会嘞？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最后呢，我们要感谢这一些加入会员的人，因为有他们让阿金变得更好。就这样，感谢你。